有了，可是刚刚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录到、欸，就看到阿兰跟那个用啊，我说他们在厕所，杀，啊坤远呢？突然而已，再走啊，坤远，往那边，我往这边双夹应该，我刚刚应该从那边冲过来就直接，刚出偷跑，啊你们不能拍照，要三个人才能拍照，你跑来拍照干嘛？想找死不拉出来。哎、欸，还看到苏伟，苏伟不见了。苏伟跟坤远而已。我不知道。这里是什么？我在看后面有没有人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跑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你跟丢了哎、欸。你应该追苏伟的。好像玩这个。这边洗衣机放这里。你应该追苏伟的。我们放假苏伟好。可空也往那边追。我们要增加猎人。真的、哦，真的吗？啊，讲一下，讲掉，真苏伟 ，no， 哇，哎、欸，他刚刚自己停掉、欸，哎，是哦，可能分钟结束了吧？他、啊、会自己存吗？会啊，哦，会啊，现在还有，哎、欸，还有十几分钟，哎，你们全灭了？录吗？你看下面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啊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剩苏伟而已呢。对啊。哎，有没有看到苏伟？剩苏伟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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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死了吗？我刚刚是他躲在江湖那里，坤远躲在那边讲电话被听到。还有吗？好，没有，抓完了。都抓完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提早结束。超累的。
哇，真巧，厉害，一次抓三个，加枯卷，他四个都他抓的。哎，那我抓一个是不是？对。我觉得用完最好笑，他自己跑回去基地要拍照。他说一直说你犯规，犯规很奇怪，犯规什么？然后他说要拍照，他把手机推掉。不是，然后拍照，我在那边要抓他，他就在那边躲。好累啊！苏伟还跑那个方向被堵到，我都笑了。原本是，反正有时候算了，不想理你了。你一直跟我们这样跑嘛，对不对？上楼去找坤彦好了。哎，你捡这个去包，我上四幺零包钱包钱。S， 烂透了。哎，不行啊，他一个人抓四个哎。四个我发现了。刚刚男蹲在厕所，哈哈哈哈哈！猫跑掉，我在上你的厕所，干被你抓到，你听电话太大声，你刚是绕旁边后面的？没有，我绕过去啊，看人吗？没看到人吗？因为我之前有探路，他那边路了，我想说你应该躲在那，啊，我就探路就回去，又听到声音，我跟全警躲在那里，就好吧，走吧，早上赶快挂掉啊！阿用啊，不知道要三个人拍照，他就跑回来拍照，一个人在那边拍，等一下换一组人而已啊。你们四个人太多了，我又不是鬼。你们摄影师可以帮忙看呐、啊。那么大只，还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我就奇怪那两个摄影师手机哦。啊，拍好了。有朋友，带过来送你看。不来啊！哎呀。